对，你上哪个节目？是那个 Cooking Show 啊，料理魔法师啊，你会煮菜啊？你会煮？一点点吧。一点点啊？煮什么？那时候还记得吗？煮那白菜。白菜。对，是我先拿拿了白菜，拿白菜去卤里面。OK。所以小孩子会吃。哦，你自己有吃吗？有。你觉得自己煮菜厉害吗？还可以，说说啊。我煮的东西是 five star restaurant。You five star restaurant 啊 ，OK OK。但是有机会我们要吃一下十月煮的菜啊 ，OK。那如果想要看他的话呢，记得下个月 ，OK。我们七月呢，我们十月这部7月7号 ，OK， 七月七号 DVD 就会推出了 ，OK。就是他本人主演的这部十月，如果你想看，想看，或者是你 miss 掉两集的 ，OK， 那想看那个 miss 掉两集，那你要整个 DVD 收藏全集 ，OK， 下个月就可以了。舒展 ，OK， 准时见 ，OK， 到时候我们就会一样有唱歌，有签名，有拍照的环节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以掌声再次谢谢十月。OK， 接下来，接下来我有要请小朋友上来唱歌了，这个时候呢。